现在就下载九八新闻台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吕秋远时间。收听九八新闻台每周晚上八点播出的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那么两个星期我没来哈，这两个星期呢，我请我同事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心得。那当然，各位知道我这两个礼拜去哪啊？我这两个礼拜，我其实我本来想预录啦，但是我觉得预录哈比不上现场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同事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其他律师的想法，说不定我主持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大概也主持了16年哦，16年来这个一直怎么讲的很像要离职这样子。这16年来哦，其实就是每周都过来嘛，说不定大家想听听别的律师的意见，所以我就请了我们同事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心得。那么这一次去大概也没有到2周，整个前后加起来差不多就是11天哦。那11天你扣掉前后2天的搭飞机嘛，大概就9天，9天确实都在骑公路车啦。我们讲公路车是我们一个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它是自行车，但是它的类型就是适合长途的骑乘的一种车型。那这种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骑车的时候，大概就是从某个点到某个点。那我记得我最长大概一天骑了180公里左右，本来那天要骑210啦，但后来真的没力气了，就倒在稻田中间，叫保姆车过来载我。所以那个历程其实蛮有趣的，有机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那但总之有平安回来，这个是蛮重要的哦。虽然皮肤变得很黑。好，那今天是我们大概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新知哦，或者说一些有意思的新闻。那么基本上来说呢，其实在这几个礼拜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听过，不见得自己有发生过，但是呢在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这背后可能代表的一些法律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还是请我同事一起来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同事，其实他今天来哦还带了非常多的资料，因为我今天本来跟他讲说我们要讨论一个议题，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些妨碍性自主的案件。那这些妨碍性自主的案件，其实在日常生活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应该都不会遇到啦，但是你在看社会新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收证啊，或者说有一些在侦查当中可以注意的事情要做介绍。后来哦，我想一想这个议题太严肃了，一回来就讲妨碍性自主听起来太沉重哦，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比较有一些可能听众朋友不见得很了解，但吴律师很熟悉的一个议题，也就是外籍配偶。以前我们都讲外籍新娘啦，但我们现在要讲外籍配偶哦。那外籍配偶其实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讲说在相处上，或者说在法律上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先邀请我们吴祖宁吴律师先进我们现场。吴律师你好。吴律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祖宁律师。是吴律师啊，我跟你讲哦，这个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各位不知道最近有一个有趣的就是在网络上哦，大家会去做论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在台湾哈，其实我们外籍配偶真的人数越来越多啦哈。那有一个发型设计师，台湾的发型设计师，他花了70万。到越南结婚，然后结婚之后呢他有回来就是接受访问，然后讲一些心路历程。那当然这件事情大家都会特别标明年纪啊。什么叫标明年纪？这里面有几个就是我们讲网络上网友在争议的一个重点，一个是40岁对18岁，40岁对18岁，
听起来有一点年龄上的差距哦。那再来就是台湾跟越南，第三个就是聘金，或者是他讲花70万啊，我们70万也不一定都是聘金啊，但总之就是成本花了70万。那在整个网友在讨论的过程，大概就这几个，比方说，年纪差这么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70万是要干嘛？是人口贩运吗？或者是台湾跟越南，那我们婚姻的理解是相互的认知到彼此可以生活在一起，在个性上，在很多方面上，那你真的就一定可以了解对方吗？比方说你只有见面三天，第一天就牵手邀请他来房间，第二天就去他家下聘，第三天就带回来，这样好吗？ 你们两个人真的在婚姻上面会有一些所谓的共同的认知吗？其实就吴律师你自己在看这个外籍配偶的这种婚配上面，你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就你自己也承办很多家事案件，你对于外籍配偶的婚姻上，你觉得可能要比较注意的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在相处上，或是你看到后来延伸出来的一些问题，大概最难的是什么？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最麻烦的是监护权。未来如果要离婚的话，但我们不希望离婚，但未来如果离婚的话，我觉得最困难的是监护权。为什么是监护权呢？因为我遇过大概好几件的情况是，吵架一言不合，太太可能就把小孩子带回去越南，然后就消失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先生可能要把这个孩子带回来都很困难。那你自己遇过的，就是或者听过的案件里面，你觉得最困难在法律上是哪一个部分？其实就像李律师刚刚提到的是，是目前其实因为外籍配偶假设他会有一个文化的冲突，他文化毕竟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他的思考方式可能也跟我们不太同。那在教养那些观念的部分就会比较难以契合，那就会发生所谓的可能之后走入离婚的时候，离婚之后就会发生说，那子女到底要归谁？那归了给了另一方之后，另一边就会有会面交往的问题了，就是变成假设以越南这个为例好了，假设越南的这个妈妈把他带回去了，那势必爸爸这边就没办法那么频繁的见到子女，那他就会想说，那我只要怎么样探视的一个问题会是比较困难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新闻里面，我见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台湾男生到底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等一下侵权，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您刚提到的，两个人离婚之后，比较大的问题会是在所谓侵权的互动上。但我的感觉会是说，如果两个人未来要有可能会走到这一步，要先问嘛，怎么不要走到这一步嘛？那不要走到这一步，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男生有什么想法，女生有什么想法嘛？那但我不能讲说一见钟情就不是真爱，有啦，当然有啦，哦。可是如果就一个四五十岁的男生在思考我要结婚，那我去找年纪比我小的或年纪比我大都无所谓，年纪真的不太是重点。可是相差到一定年纪，比如说相差到20岁的时候，那你想的会是什么？你可能说，哦，她很年轻，她很漂亮。那年轻漂亮会不会是婚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其实经历过婚姻，不管是结婚或离婚的人都知道，人都会老，人都会没有办法保养的那么好，特别是在婚姻的摧残下，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东西都要做。那不可能永远保持那么好的外表。当你们两个人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语言不通，价值观没沟通，先结婚了再来沟通价值观，甚至这个价值观可能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更不要讲年龄的差距，他们在看这段婚姻的时候会比较类似什么？我跟你讲，那个人类似什么，有点类似我们台中不是前一阵子有一个同性婚姻，就是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就是他过世了，然后他的应该是儿子啦，但是就是孙子啦，他上面是写孙子来继承他所有的财产，然后他就去找一个代书嘛，帮他办东西，然后代书的儿子就来跟他假结婚。对，那这个案子后来伪造文书判了一年多，那个你知道那个被告要讲什么？那被告就说，爱情这种东西，法官你了解吗？为什么我就不能一见钟情呢？为什么你们婚姻就要定义成共同生活呢？今天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去定义我的婚姻，但婚姻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可能，我觉得在我们台湾男生要到越南或到中国或是到其他地方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以后你要离会不会白头偕老，或是你的想法只是我只要找个人给我传宗接代，婚姻就是要传宗接代，乃至于说我花70万我可以找一个人回来跟我就是至少有性行为，或者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生活模式。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婚姻来讲，它会是一个很严重的致命伤。我的看法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其实就这一件事情来讲，为什么网友会有那么多的争议？其实大概有一派的说法就是啊，人家高兴就好，你管人家那么多。另外一派只是说，不是啊，这个东西你太把婚姻当作儿戏，就会延伸您后来您刚刚讲的那个嘛。如果说就侵权来讲，那个探视权就会是个问题啊。嗯，是。那你觉得除了探视权之外，监护权假设啦，哈，跨国婚姻来讲，以你当律师来讲，你觉得这个监护权会判给谁比较有可能？监护权的话，因为一般的假设子女刚出生，因为越南的这部分毕竟是女性，那实务上其实有一个原则是幼儿从母的原则啦，就是他蛮有可能如果离婚的时候刚好子女刚出生不久，那有可能就会说那比较适合给子妈妈带，因为妈妈毕竟还是对于子女的照料会比较细心，而且刚出生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哺乳的问题啦，就是实际上需要哺乳，那比较有可能会判给妈妈这边。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哦、喔，嗯，我跟你的看法在一般上面，一般原则上，你讲的没有错，那叫幼年从母。是，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通常法官哈在这个地方上会考量的是，他没有台湾身份证。对，就是如果这个女生她本身没有台湾身份证的时候，其实法官在变动最小原则的考量下，通常很有可能会把她判给台湾的爸爸，而不是越南的妈妈。这是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判决的归类，就是我们看到好几样哈，他最后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考虑到的都是我刚刚讲的说啊，虽然幼年从母啦。好，台湾人都是这样判的，但是既然涉及到跨国，我觉得这个似乎是对台湾人会比较有利，你的看法呢？确实是有一个最小变动，因为毕竟他从小他都会生活在台湾，那其实他对台湾的文化其实也是比较熟悉，加上是台湾他的住处也是落地在台湾嘛，所以会比较有可能也是依据最小变动是有可能会判给爸爸这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跨国婚姻的时候，对于外籍配偶来讲，要进来台湾比较不公平的地方，这是我们值得要考虑。这是为什么后来你发现说有很多人就会把越南的配偶就会直接想说，既然我跟你打官司会输，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先把小孩子带回去越南，那你就拿不到。对，因为毕竟有一个地点的隔阂，其实对啊。所以这又是个问题。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好了，我们继续。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我们今天邀请到吴祖宁吴律师来跟我们聊一些相关的就是法律新闻的议题哦。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吴律师哦。我们刚聊了越南外籍配偶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哦，是他说，如果说哈、哦，他们姐弟在爸爸过世以后，
想要把爸爸的不动产灯留给妈妈，所以办了抛弃继承。那办了抛弃继承之后，他妈妈就把不动产慢慢的移转给他，很担心说这个不动产会不会落到别人手上，就是说妈妈可能就交了新男友啊，或者是妈妈就把这些不动产送给他的娘家的人。那他们在问说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不动产留给妈妈，那但是又可以不要有这个问题，你觉得怎么看这件事？首先是妈妈如果说姐弟需要把这个财产留给妈妈的话，因为这毕竟他们办了抛弃继承之后，其实他本来是想说一个好意思说我希望留给妈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说姐弟办了抛弃继承之后，他们还有一个继承顺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抛弃之后，假设那过世的父亲他还有父母，那父母也会接着继承这个遗产嘛？对。那继承了遗产之后，想必父母就会跑来跟妈妈说：“哎，那我现在也有一份啊，所以你现在也必须要把我的那份给我，就达不到姐弟的孝心啊。”那这时候其实妈妈她在，毕竟她是有配偶关系的，她其实可以先一步是说，我可以先做剩余财产分配，我先把爸爸过世的财产我先拿到一半。那先拿到了一半之后，那同时我还是有一个，我还是继承人，我还是可以再跟您这些剩下的继承人再分，分到我的应该有的遗产，那这样子就会分到比较多的财产。是，不过这个我觉得从他的问题来看哦，他应该是他爸爸已经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他的爸爸妈妈应该也过世，就阿公阿嬷应该也过世，所以他才是想说他想要把他爸爸名下的不动产如果他们姐弟抛弃了可以留给妈妈。 我觉得哦，第一个这个抛弃跟这个抛弃的做法，其实我个人会比较质疑，就像你刚刚讲的抛弃会有后续顺位的问题。对，我觉得真的想要留给妈妈的话，第一个事情就是可不可以用协议分割的方式。对，就等于他们两个人就决定不要，然后让妈妈全部协议给妈妈，那他们没有抛弃，这可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不然，当然我不知道他后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继承人，看他的题目看不出来，可是他说的方式我觉得用协议分割比较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哦，像我遇过啊，就是有姐弟，比如说弟弟外面欠钱，他抛弃继承，好，这种情况，跟协议分割，那通通给妈妈，那个在法律效果有没有差异？就你的了解来讲，如果说是协议，弟弟在外面继承抛弃继承的话，那他的债务也会变成不会列入这边计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今天如果这个弟弟，外面有欠钱，对，然后他不想让人家，因为他要继承的嘛，对，他不想要让妈妈，他不想要让他们家的土地被债权人拿走，对，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抛弃继承，我不要，对，好，这一种，那就跟妈妈讲好说，我们用协议的，我不要，跟另外一种，他也不协议，他就直接抛弃，这在法律效果上有没有不一样？如果说你走协议的话，其实变成弟弟其实实际上原本他是有继承到的，对，那既然继承到了，那这时候债务人还是会出来说你还是有遗产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困难点，对啊，你还是有遗产的状况，债务人还是会跑来找你说，哎，那你还是要把你该的还给我啊。就是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会，如果真的这个弟弟有债务啦，我们先假设这个弟弟有债务，我觉得抛弃继承可以，就不能用协议，因为协议的话反而会被债务人，就是弟弟的债权人去把它撤销掉。对对，但是如果说像撇开这一点来讲，他现在在意的事情是说，我觉得这个有点矛盾。他想要给妈妈，但又怕妈妈给别人，那这种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去处理掉这件事情？如果就法律上来讲，
想给妈妈但怕妈妈给别人，对，这种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其实像我自己的看法是，我遇过比较常见的事情是，就是我们讲说，在我们，等于说是做一个限制的登记，限制的登记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在地震事务所可以做一些限制登记，但这个限制登记呢，通常它的限制是在于说要有债权债务关系。那如果兄弟姐妹跟这件事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话，有可能就这个部分就会有一些影响，就是未来啦，他妈妈可能就会把这个东西拿掉。所以我会觉得，也有人说设定抵押权，对，就是说干脆把妈妈的，就是不动产直接设姐姐跟弟弟的抵押权，那这时候妈妈就不能任意的把这些财产处分掉。可是就我自己来讲，我的想法就会觉得何必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担心，我觉得啦，其实东西要给别人，就不要去管别人要怎么做。很多人喜欢问说，我想要两全其美，什么意思？我想要把这个东西给一个人，但我又怕他乱花，你就不要给他嘛。你要给他，你又怕他乱花，又来问律师怎么去阻止他。就法律上每个都有要件，比如说抵押权一定要有债权，你没有债权就不行。对，或者说今天你去就是限制你在住记限制他做所谓的所有权变更，甚至把他所有权状收起来，人家还有办法去法院诉请把这个所有权状拿回来。那在这个地方上面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去做很多法律上的东西，事实上到最后面，债权人只要到法院去申请或是提告，你后面还是一场空，而且反而妈妈跟姐弟之间关系又不好。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比较会类似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就不要过户。对，那也不要去做什么抛弃继承，也不要做什么限定继承。因为 我其实常听到很多的这种继承的兄弟姐妹会想说，我们现在为了避免吵架，我们把所有的不动产都登记给妈妈，或者登记给爸爸，在世的那个爸爸或在世的那个妈妈都给他，等他百年之后我们兄弟姐妹再来分。那我跟你讲，接下来事情就大条了。接下来呢，爸爸就开始把不动产拿去，来，这个小儿子比较乖，来，先给小儿子，通通给小儿子。然后大姐二姐就说，为什么我们当时不是讲好？爸爸就说，这我的土地你管我那么多，你当年你们都不要了，现在我说，不是啊，爸爸，这是不是不要的意思，是我们等你百年之后再分。然后爸爸就生气说，什么百年之后再分，这就是我的，我爱给谁就给谁，大家都有吵架。所以 我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这位听众我想跟你讲的就是，其实说句实在话，如果说真的不放心，就不要给，你们就是按照应计分，比如说像吴律师刚刚讲的，先申请剩余财产分配，妈妈有权利去申请吗？申请剩余财产分配之后，如果他的财产比爸爸少，那先分一部分走，然后再按照应计分，一个人三分之一把他分走，大家登记，这样就好。那这个部分你不用再去想说，法律上我要怎么展现我的孝心，展现我的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你做下来，最后面其实反而适得其反。你原本的孝心，当跟利益冲突的时候，妈妈就跟你讲啊，说啊，这个土地是我的啊，我爱给谁就给谁啊。然后就说不是啊，我们怎么样？然后就两个对簿公堂，那反而不好啊。那要不就甘愿，要不就是依法处理，对吗？对，那不如照法律走。对啊，你不要一直想着说，我想要成全孝心，又不希望用法律走啊，最后面就是两面不是人。我觉得我的处理实际经验是这样，就是不要把自己权力放掉之后，再回过头来讲说，我觉得这个放掉我还是要有一些限制哦，我要给他一些不方便，让他没有办法随便送别人。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法律上人家都有破解的方法嘛。对，不如一开始我就先拿到手，拿到手之后再来谈。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所以听我给这位听众朋友做参考，就是我不建议一定做抛弃继承，协议分割是个方法啊。当然前提是弟弟或者你没有在外面欠债。那
如果协议分割，我会建议依法分割，不要再去问律师说我要怎么样能够把东西送别人，但又不让他好好用。把东西送别人就送别人了，不要想怎么让他不好好用。哦，这个事情我觉得律师帮你想的办法，最后面终究大家都会翻脸，翻脸之外又上法院，又让律师赚钱，这个不是好事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广告来开始接听 call in 了。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02-8369-3398，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 call in 进来，我们待会见。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啊。那么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那在还没有 call in 之前，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朋友。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喜欢用网络，比较不喜欢打电话进来？网络上有一些问题，我们再做一些回应哦。就是他在问哦，他说前夫在两年前因为事业周转，向银行申请贷款，让我当保证人，半年以后协议离婚，若前夫不还贷款，我该怎么办呢？吴律师，他该怎么办？也是，首先是，其实目前是有个状况是说，因为目前前夫他没有钱嘛，那没有钱，他既然是保证人，其实他没办法避免是他会被债务人来求，债权人来求偿，那债权人求偿其实他只能说先还再跟前夫要，但是其实实务上有一个诉讼是说我可以打除去保证人责任，但是这个要件会比较严格啦，很严格，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不如不要做保证人了，哦，这个来不及了。对，但是除去你刚讲除去保证人的这个责任，法条上他是怎么说的？这个其实是在民法750条了，他是说，我们可以向主债务人啊申请说，除去保证责任，也是说我向我前夫说，跟法院说，这个主债务人啊，他的财产如果有明显减少的状况啊，这时候是其中一个可以说我把保证责任除去的状况，那例如说另一个是说，保证契约成立之后，那主债务人啊，他的住所就突然就变更啊，变成说，到时候其实这些债权人他是找不到主债务人的状况，那就变成说形同说我这个保证人等于我是第一顺位啦，我就不是第二顺位被求偿的部分，我可能会变成我已经不是保证人，等于我是主债权人，这时候我也可以请求他去撤销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那主债务人他履行债务迟延的状况，也是可以做这个除去保证的。对对，其实这个部分大概就是有几个状况啦齁，就是借钱那个人齁，就比如我现在是，我们就讲那个前夫前妻好了，刚前妻不是替前夫保证吗？他说如果前夫他有财产减少，就大幅减少齁，突然间很穷，或者是呢他就搬走了，搬到国外去了，那个住居所变更通常要求是比较严格啦，就反正就是跑了，所以导致这个他要还钱很困难，或者是呢原则上来说他的履行债务就是他付钱的部分已经开始有一期没一期了，这时候齁，保证人可以去法院请求说齁，他要把我的保证责任要把它去掉齁，例如要求说你要去还钱，提供新的担保物，或是把我保证人做更换。但我跟各位讲，这个实务上真的超难的，因为基本上来说，法院在即便就是这个所谓的法条上的依据，其实也不见得有这么容易。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750条，民法750条这个规定，最后面还是要法官来做处理才比较有可能。但我其实想要提的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公司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通常会要求董监事要当保证人，那也就是说当公司的连带保证人。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753条之一民法它是说，如果你当董事监察人
的这个原因才替公司担任保证，你只要就职期间当的这个债务负保证责任就好，这还比较合理一点啊。那刚刚吴律师讲的情况其实蛮无奈的，什么意思哦？首先第一个大家要分清楚连带保证跟保证的差别。连带保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地位跟主债务人一模一样。那保证的话就是有一个叫先诉抗辩权。欸，吴律师你跟他讲一下什么叫先诉抗辩权。先诉抗辩权就是说你必须要先跟第一个债务人先要钱。对。那你先要了要不到之后才可以再来找我这个第二个，也就是我的保证人这部分再来要钱。所以连带保证没有这种东西嘛？对，连带保证没有办法。是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他的太太是连带保证人，通常银行就会 我一直觉得夫妻连保是一个蛮奇特的制度，就是银行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结了婚以后就要夫妻连保，这有一点在惩罚婚姻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结了婚我要借钱，银行就一定叫太太来担保啊，或者叫我先生来担保，这蛮奇怪的。但是通常签了又是连带保证。对，那这种情况你也只能叫太太还钱嘛，然后再去跟他先生要吧。对对啊，所以我通常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不要随便离婚。什么意思哦？我的处理方法，我以前处理这种案子，因为很多当事人也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我会跟他讲，我说现在谁想离婚？那通常，先生想离婚，不知道为什么几率都高一点哦，就外面欠很多钱，很想离婚。那我们就会讲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两个机会，第一个你把钱还掉，第二个你去找一个新的保证人，说服银行同意。让你更换保证人，你在这两个前提做得到，我才签字离婚，不然我不要。我遇到的情况比较多是这样，所以各位，我常讲哦，婚姻到后期来要不要离婚，对于不想离婚的人来说，他有可能是手段，不是目的。听懂这句话吗？想离婚的人来说，离婚是目的，不是手段。但对于不是很在乎婚姻要不要离，他只在乎监护权归谁。钱谁拿走，财产怎么分，我的保证责任能不能去掉，对于这种人来说，婚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有趣哦，如果是手段不是目的，对方却是目的不是手段，那你就可以跟他交换。对，我就可以拿一些比较有利我的东西先去跟他换。是啊，那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还好啦，这位苦主他是说我们是协议离婚啦。那协议离婚我觉得就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说就协议离婚的部分我们可以在条件上怎么写。那一般来说是这样哦，协议离婚的部分要注意的东西其实不外乎两个，一个就是小朋友，一个就是钱。好，婚姻就这两件事最重要的。小朋友，那其实就是小朋友的监护权嘛。成年的就不用讲，满十八的不用讲了哈。未满十八的，基本上来说会有监护权，就是亲权行使的问题。那这个亲权要归谁？然后抚养费要多少？要写上去。如果对方不要，我跟各位讲，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说，哎，这个孩子我养，我绝对不跟我太太或绝对不跟我先生要抚养费，我只要求单独监护。吴律师，这句话如果写上去，法律上有效用吗？如果说只要求单独监护，不用抚养费的话，这其实是会变成到时候如果您想要跟对方请求抚养费的话，你会要不到这个抚养费。对，但是我见过一个比较糟糕的做法是这样，他写上去了，写上去之后呢，他用小孩的名义去提告。哦，对，这个在法律上我觉得很头痛，是因为这个就变成其实法院他是认为说啊，小孩他其实才是受抚养的权利人啊，变成我小孩是可以跟他要，所以其实你保险起见，你除了约定这条之外，还是要跟他说，那你也不能再另外用小孩的名义跟我要啊，你就算要了，你也愿意去承担这个钱。对，
不过我们实务上这件事就很有趣，现在法院也越来越多，真的是按照吴律师刚讲的，即便没有写这一条哦，他后面会去告对方不当得利，说我哦，这个你要跟我要钱吗？你用小孩名义跟我要钱吗？好，我给多少钱？一万是不是？来，我给一万，然后给了一万之后，反过头来再告那个人不当得利，说啊，我付了一万，来还我一万，因为你说你要自己承担，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各位要想一下啦，尽量不要拿小孩的侵权跟抚养费去做交换，因为养小孩本来就应该的啊，生了嘛就是要养嘛，齁，那不要用这个去交换，否则其实到后面做出来的结果其实都常让人家出乎意料之外，法官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去决定的，齁，那再来就是钱，我刚刚讲钱的部分，钱的部分当然我讲就是剩余财产嘛，可是如同刚刚我跟吴律师跟各位报告的，如果说今天有这种借贷关系，不管是替配偶的公司做保证还是替配偶做保证，我跟各位讲，在还没有谈拢之前不要轻易的签字，即便对方答应说没关系，你付多少我都帮你还，而且就是我绝对不会不还，然后写在离婚协议书上，我都不一定会同意。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到后面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承诺，那个人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我们是保证人，银行不会放过我们就是不会放过我们，他讲的天花乱坠通通都没用，银行最后还是来找我们，那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宁愿在签离婚协议之前记得我刚刚讲的句话，对于想离婚的人来说，离婚是目的不是手段，但对于离婚可有可无甚至不想离婚的人来说，离婚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我们就要拿这个东西跟对方交换，说好啊，你那么急着离婚是不是，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有小三啊，随便啊，你哈想办法去给我搞定更换保证人，更换保证人，更换完之后我才同意离婚，哦，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我只能提供听众做参考。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如果有法律问题打电话进来，02-8369-3398 02-8369-3398，待会聊。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那我们继续来接听 call in，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我们先邀请啊，有一位蔡小姐，蔡小姐你好。哎，吕律你好，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您哈。我们社区的总干事他后来在我们社区买了一个房子，这样可以吗？第二个问题，主委就是我们是宝山建设嘛，然后宝山建设有地下停车位几个，好像比如说假设十个给主委，他跟他收钱，然后主委再把这个车位租给别人赚取差额，他这样会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对对对，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比较好奇，你为什么觉得总干事不可以买你们社区的房子？他有钱啊，为什么不能买？我没有说不能买，我是说可不可以的，会不会跟他在这边上班，然后再住在这里？不会啊，他等于是什么？他等于是，怎么讲？第一个。我们管委会要不要用它，继续用它就 OK， 继续用它。买房子是个人自由，他有钱有人要卖他，他爱怎么买人家爱怎么卖，我们管不着。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好啊，你现在是我们住户了，恭喜你啊，请问一下我们管委会要不要用它，那就是我们管委会决定了嘛。这个还要管委会开会来决定吗？原则上都是的啦，但有的管委会是主委决定啊，主委说，我请他，我就请他。你要看你们的章程怎么规定，懂我意思吗？那他也是保全公司，是在跟我们合理标下来保全公司。那就是管委会要去决定啊。就是你先看你们章程，聘请总干事的职权是谁？规章。你们管委会一定有一个规章和一个章程，这个章程上面总干事的聘任权利是谁？所以的问题刚好相反，你应该是问说住户能不能当总干事，而不是总干事能不能当住户，你懂我意思吗？那住户可以当总干事吗？就要问你们的章程啊。是，就主委或者管委会决定啊。法律上没有在管这个。法律上不会管这个啦，这是你们章程自己决定啊。
好，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主委要主委在干嘛？主委把那个车位拿出去转租哦。对，他就是保单建设，我们这个房子是保单建设盖的嘛，那保单建设还有车位嘛，啊，他就是我把车位给你，不是卖啦，就是哦，你多少，比如说一个车位，假设3000块，啊，你自己十个车位你这样包，啊，你再租给外人，你赚一个差额，比如说租3500。哎，我问你，那个车位所有权谁的、啊？保山建设的。啊，为什么保山建设会让他租啊？因为保山建设他还不想说自己去出租嘛，啊，他给他就不用管，他就直接有出租费、啊。所以这个车位不是我们住户全体的哈，不是管委会的哈，不是保山建设的，是保山建设 的。好，那个那这个意思就有点像是，你有车位，你叫吕律师帮你租。那我出租了，我赚差价，你高兴就好，我高兴就好，我们干嘛？其他人没有权利啊，对嘛？所以他没有这个利益回避，说什么就不能当委员？没有啦，今天他要怎么租？不是，这是宝山跟他的事，你懂什么叫就利益回避？是说，比方说，今天这个车位是我们全体的。哦，我们全体的那个主委哈、哦，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没有经过全体同意租给别人，然后赚租金，这样就不行？哦，所以没有利益回避。对啊，我这一次有一个委员就提出来说，哎，要什么要利益回避？结果这一次你要问他，你说回避什么？你告诉我一下，为什么要回避？是宝山跟我之间的关系啊，私人的关系吗？对，是宝山跟我之间的关系。我要租给谁？有人愿意租，我再把钱给宝山，或宝山要让我赚，这是我跟宝山之间的事啊。我当你主委，我是一个月领你30万，是不是啊？我还要鞠躬尽瘁哦。我这个东西是、哦、又不是我公务的事情，是我受宝山之托，我来租车位、哦、啊，这样有什么不行？啊，他才。我还有一个，他就提出来，这个在讲说利益回避，他还说啊，那他的意思说啊，应该是他就觉得说，比如说应该是把保险把车位给保全去处理这个，然后由保全赚这个差额。对啊，为什么？为什么？谁规定的？哪一条规定？我也是觉得不是这样子啊啊！我当时我没有提出来，因为我不是了解。不，其实我跟你讲哈、哦，法律不难、嗯，就是你有时候去想合理性就好。举个例子来说，啊、这就是你们两个讲好的事、嗯。我是个外人，我为什么可以管？你懂我意思吗？啊、这个东西，他跟你讲说，哎、欸，那我们给保全做好了，让保全去出租。啊，你要问宝山愿不愿意啊？说不定人家总干事可以谈到一个月3000，保全他比较不会交涉谈判，只能卖2000。啊、我是宝山，我宁愿3000给主委赚，不行吗？所以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他还是可以当主委，还是可以当委员嘛，对不对？是啊，是啊，这个东西就他没有去出卖，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大公寓大厦的，你懂我意思吗？哦、他不是公寓大厦的，就没有出卖我们住户利益的问题嘛？对啊，那为什么政府机关说他们有一些官员要利益回避什么标售案件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标售的是国家的。哦，标售是国家在标售的。那如果今天这个官员他要卖房子，他需要利益回避吗？对不对？内政部长受外交部长之托，把外交部长的房子卖给国防部长，那、啊、他们高兴就好啊，又没有利用到政府职权，你懂我意思吗？哦，这是私人的就哎，对嘛，这个就是一个私人的，它不涉及我们公寓大厦之间的那种公权力，或是我们全体住户的权利。如果涉及，那就不行哦。哦，涉及公权力，哎，涉及到我们整个住户的全体住户的权利，涉及到管委会或者住户大会的权利事项，那个就不行啊。但是他们在做的事是某某建设跟这个人之间他们自己的就是帮忙的行为，那他要给他赚钱，那黄衣干完就好啦。哦，私人的事啦，根本不是公司，没有利，没有公对啦对啦对啦、啊、还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管委会的那个仓库然后租给住户嘛，嘿、哦、啊住当然是可以嘛，住户要当仓库啊，那个租怎么把那个租出去的钱然后就分一些给保全哦，那个要住户大会同意哦，这是我们住户的钱哦。嗯，
那个不能管组织有委员会同意，一定要住户。对对对，原则上这个钱要住户全体住户单位同意，不能管委会同意哦。所以要区全会同意，不能光我们委员来解决、哦。对了对了，这种事情要分钱给外人的事情，就要全体同意了，好不好？哦，那我这个就要提出来，嗯，要提出来啊。你主委谁就好了解，谢谢您，好辛苦谢谢，好，拜拜。好，剩一分半钟，一分钟，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接 call in 了。但是今天就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吕秋远，我们下周见，拜拜。